有一天人老了，希望有人教我，我学长。大家好，我是李坤林，我最近来到瑞士的米贝尔研究中心，来看伊是安奈研究出这么厉害的新闻。这个物件是 Dr. 朱莉博士，伊雕工爬去哩瑞士上高的阿尔卑斯山，伊找着这个雪座，能够当这么高，搁这么冷的所在活下去，所以伊对山顶乌一点点啊，登去研究。博士发现这个物件当平常时是青色的，啊，不管当日头赤爷爷的时阵，伊会变成红色的，较袂用晒死。所以有保护紫外线和冻龄的效果。博士就当因地下室冷冻库培养这个雪座，你看，伊搁雕工用足强的光去来照，互伊刺激，互伊变成红色的。阮就是用这种雪座的成分，加入阮的生物纤维面膜。去年得英国上厉害面膜大奖的第一名，佮上高抗老产品的第二名。吼、哦，一根就得两个奖，这个成分是真正是好厉害，红到遐。足少有品牌像阮这么爱电，佮这么爱唱歌的，所以我们来唱一条《雪中红》，互恁知影阮台湾歌行这个物件有偌有缘分。啊，不见中秋又放冬。只有玫瑰雪中红。